小白，快请进。我真的是很认真的背了，可那个实在是太难了。春花姑娘如此勤奋，假以时日，一定会有所成就。对。送给你。好漂亮的镯子啊，谢谢小白。这是萧家的祖传之物，当年母亲嫁入萧家时，父亲把它当作定情之礼，母亲很是喜欢，一直带着去世。老庄主一定很宠爱伯母吧？母亲是父亲唯一的妻子，不管他有什么想要的，父亲都会无条件地满足他。一晃眼已经15年了，真是让人羡慕啊。今天我把它交付于你。古代没有戒指，这就算是求婚了吧？那我就收下了。小白，你帮我戴上。春花姑娘，好好默写心法，在下告辞了。这算什么？不过倒还挺好看的，也不知道夸夸我。有了手镯，就把哥哥的冰蚕珠留在一边。拿来吧。哥哥要这破镯子干嘛呀？行啊，这镯子卡住了，取不出来了。你要要的话，把我手也拿走吧。心法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心法心法。哥哥看完了，这没有什么问题吧？嗯，那我就再看一遍吧。叫你多嘴，这下完了。算了，小春花不会骗我的。那是自然。啊，对了，哥哥，这心法我都给你了，你以后能不能别来找我？你就这么讨厌我？
你一直聘书到手，就是想要摆脱我。我哪敢呢？小春花还是不明白啊，凭你这副丑陋模样，想找到真爱，简直是痴心妄想，到最后也只是被那萧白利用而已。小白才不会这样。我也想有哥哥这样的美貌啊。就算是美若天仙的女子也未必能留住真爱，我就见过这样活生生的例子。你见过？我认识吗？这个女子爱上了利用她的人，最后受尽苦难折磨，可笑至极。小春花也想当这样的人吗？这女子是谁啊？她的爱人是谁啊？这些你不需要知道，你只需要记住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哥哥是真心对待你。哥哥，这夜已深了，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要是让别人看到我把心法给了你，那我可就死定了。你既然这么怕死，那直接把冰蚕珠带上不就好了？好。幸好我有两只手。